这个关键要这里应该做一个祭拜式的表演嘛，所以就是拜神，就是这个观音庙里面设的一个天地父母神位。这是乐清府的关帝庙，关帝庙老星星盘，然后英歌队的队员们现在在这里做祭拜，这里在举办泰国九皇节，九荒斋节。
小朋友要拿这么长的这个应该准，这样可以站得挺漂亮的。这个金龙队，金龙狮子全部在这外面恭候。从昨天开始，他们的这个管理的这个托椅就一直很担心下雨。啊，结果现在天气非常好。啊，月亮，现在大概六点过的时间吧。天气很好。啊，我们看到吗？他们这一个就是九皇盛会，感觉到还是会到街上去巡游一下吧。我刚才在这个休息期间的话呢，他们介绍认识了一下这个队伍的，当时提议创立这支队伍的市长，他是来自普宁的一个华侨，姓赖。13年前，他在担任这个乐披市长的时候，这个他认为要将这个中华文化发扬光大，所以就成立了这一支莺歌队。等一下再看一下是不是要巡游。这是这个泰国乐披府九荒斋节他们要举行的一个巡游。现在是傍晚的时候吧，天气也比较凉爽。哦，刚刚晚上6点钟，然后这个九荒斋节要到街上去做一个巡游。